你别再来，我才不会上当。我有话跟你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啊！最近四哥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说，你们发生什么了？就是场误会。是误会就好，你别忘了，整个皇宫都知道，你是我要的女人。你别这样。看到你跟四哥走那么近，我心里很酸，很不是滋味。你干嘛？脸这么红？看着我。看着我。你别这样，我怕我自己还没变清我自己的心。我给你时间，不过别让我等太久。待我跟皇阿玛南巡回来之后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说什么？我会给你个答案，你要等我。珍重。太子。小春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太子刚刚说的最后一面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了你，为了我们，我要去赌一把。若这一局赌赢了，我们便不用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，想爱却不敢爱。小春，我要给予你名分，让你光明正大，堂堂正正地站在我身边。那要是输了呢？自古称王败寇，若是输了，此刻便是你我二人最后一次见面。若真有那一天，便让我们的感情埋葬，你把我忘了吧。太子，你到底有何打算？小春，今日宫中会有些乱，你哪里都不要去，我会加派人手保护你的安全。你这样不是更让我提心吊胆、夜夜不安吗？你到底有何打算？你告诉我啊！你不知道，才对你最好。你该不会是要宫变篡位？太子，你千万不要那么做，这不是赌局，这是死局啊！太子，你千万要清醒过来，你答应我。千万不要做傻事，啊！